比如一进来就被娃娃给吸引了，是大哥哎、欸，是大哥，大哥的充气娃娃，对啊，最多就是只出1000组而已。它变大的那个区域有点微妙。大家好，我是鱼，我是鱼儿。我们今天又到了中友百货一年一度的翻转动漫季，对，后面这里。好，那我们都还蛮喜欢看动漫的啦，所以呢，今天就来看看。那这次有一些新的场景啊，还有一些新的节目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去看看喽。走 ，Go。今天是第一天开展，6月30号，所以其实人非常非常多，我们其实已经是接近打烊的时间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一进来就是天竺鼠车车，那左边就是最近很火红的间谍加加酒。对，那他们展览呢是到7月18号，好，所以这段期间呢都可以在中友的 C栋13楼看到哦。比如一进来就被娃娃给吸引了，猫咪老师。好可爱哦！多少钱啊？490。哦，还行还行，以原版的来讲，我觉得还行。旁边还有合格版的。我们应该先带大家看一下场景啊，等一下再来看商品好了。好。充气娃娃，大哥哦，他是充气娃娃，我们看一下正面。哦，超可爱的。好，他们商品区其实还蛮多的啦，那我们就挑我们有兴趣的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咯。然后这边是挂轴区，有非常非常多的挂轴，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挂轴的，因为它的品质很好。嗯，好，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哦，什么类型的啊，鬼灭之刃啊，然后猎人，哦，猎人居然有，对，然后还有，看一下，有间谍加加酒，真的是一定要有的，对，可是好像这次比较没有看到阿依琳的，对，哦，出租女友，这个最近好像要出第二季了，哦，你居然有看，哎，对，我有在看，好，在旁边这里有很多娃娃，这都是鬼灭之刃的。对啊，清一色都是鬼灭的。会不会之前做太多？哦，猫咪老师，还有史莱姆，哎，这个拉姆，这个拉姆怎么长得那么奇怪？对，这是这娃娃的部分。哎，在旁边这里还有一些是公仔，精品。对，可是精品这种东西呢，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在卖精品，去找他买就好了。好，这边是JoJo系列的一些产品。下面那个垫板嘛，啊，不是那个资料夹，哎，欸，这里有海报，哎，欸，小，对，这个也是周周的，这种就是海报了，就不是挂轴了。我，哦，这边也是鬼灭的区域，鬼灭其实蛮多东西的，对啊，这区域很大，它这里有这个绘满，而且它是彩色的，对，它才120而已，我觉得这个好像还蛮值得买的，如果有喜欢的话了，嗯，对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书签。哎，欸，这个是徽章吗？超酷的，哦，这应该是类似金币跟银币吧？哦，对啊，就还蛮酷的，而且它是有限定编号的，哦，1000组的里面有36组，所以它最多就是只出1000组而已。然后在旁边这里是一整区的衣服等等，然后雨儿刚刚说那个猫咪老师，对，秋刀鱼很可爱，是秋刀鱼可爱还是猫咪老师可爱？猫咪老师可爱。哦，哎，欸，它有另外一种的，你看。我觉得你已经都看好了吗？真的，哦，藏在这个口袋里面这样子。对啊，哦，好
啊，所以它一件多少钱？150。哦，价值不菲。不愧是猫咪老师这样。没错。然后再过来这一区呢是抱枕，它红棕之后是这样，就是艾米莉亚跟雷姆，然后它都是用这种就是真空包装，比较扁也比较好带啦。然后回去之后呢，你把它打开了，它就会蓬起来了这样。啊，这有蛮多不同类型的抱枕，啊，那当然《鬼灭之刃》系列的也是跑不掉的了，啊，然后还有，哎，这个版那个血小板，啊，还有出租女友，啊，所以蛮多类型这里都有的哦。有人拿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过来，这是什么？恶魔小熊的盒子。它，啊，要干嘛？可以放东西。放口罩。在魔王城说晚安。哎，这一部我好像没有看。哎，是不是有一个小女生，然后对啊，拿着大剪刀，然后天天咔嚓咔嚓的。我有印象了，我有印象了。对，因为我出门，我会带那个小剪刀跟牙线棒。OK， 棒，我就可以放这个。你出门会带小剪刀跟牙线棒？有啊，其实我都有带着。哦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好啊，那你要买就买啊。对啊，320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 ，OK。好了，我决定要来看一下 R10 这个区域了。对，他这次的立牌其实都是新的，之前没有看过的。对，然后还有杯垫。啊，下面这边这个是之前就有的。哎，他这里混入了史莱姆。还有一些包包、背带之类的。对，我们旁边再看一下。行李吊牌耶。这什么东西？行李吊牌。哦，他也有会马挂。嗯。对。他居然没有拉姆的。对啊，就只有应该还真的，它只有雷姆跟艾米莉啊。嗯。然后这里有3D 的徽章，会变大这样，蛮酷的。它变大的那个区域有点微妙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会在手上的。哦。居然连这个都有。太好笑了。我们发现一个超酷的东西。史莱姆造型绒毛午睡枕，然后限量预购100个，然后它居然是给人用的，对，买起来。我刚刚一看到的时候，我以为这是什么猫窝、狗窝之类的，但是居然是，不是，是给人用的，对，而且它可以躺，然后也可以趴。哦，它旁边有放吉娃娃吗？吉娃娃也可以，对，而且它是用 QR code 扫描预购，嗯，超酷的啊，这个。实在是太特别，还有放个实体，你去摸摸看，好软，哎呀，这是可以分离的，哦，很棒吧？可以午休的时候可以用这样子，嗯。结账了，所以最后我们就只买了这个，这个装东西的盒子。嗯，对，因为R10这一次我没有看到我喜欢。哦，好意外哦。对，有点可惜啦，可惜。